毕竟就第一次结婚嘛，也是应该最后一次。就是你不想象中有一天会有这种一个这么好的环境，这么好的设备，专对我们两个设计。它就比较有亲和力的感觉。在跟他沟通一些想要进行的环节的时候，他们也都会提醒你一些部分，因为他们非常有经验。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用什么菜色，就是给我们一些选菜方面比较难决定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意见。Hello， 现在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这是我们当初结婚的地方，对啊，然后就会回忆起就是那一天就是很开心的一些画面。